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半熟夫妻玩 game。 今天有新邻居来我家土司岛露营，是一个可爱的粉红小猪，那它的名字是胜利。他怎么那么可爱？他说他是猪里面最强的男子汉。他问我想不想跟他玩一个小游戏，赢了可以拿交通警察服，好像很不错哦。好，那现在要来猜猜看是什么图案哦。哈，你们看它洗牌好可爱哦。是哪一张呢？随便选一张试试看吧。那我就选第一个红心。啊，怎么这么容易？这样就抽中了，这是送分题吧。这个游戏很好玩哦，以后再来找他玩。他的床好可爱，睡一下看看。好，睡饱咯。我来穿一下小猪送的衣服看看。怎么一点都不帅气，跟我想的差好多哦。好了，那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咯。那大家的新邻居是谁呢？欢迎留言讨论哦。喜欢请帮忙按个赞和订阅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